记得那时觉得这是监狱，什么事情都办不到，这样的生活怎么延续？合适的自己我看不到，别人胡闹他们都输，书读好绝对没有错，看到读书少的无处跑出，煮好的油菜可能 get more gold。像梦一场，带我将干枯的血液注入到海。好高，两首都好好听哦。这种是出唱片的歌，你知道吗？感性，感性。记得那时觉得这是监狱，什么事情都办不到，这样的生活怎么延续？合适的自己我看不到，别人胡闹他们都输，书读好绝对没有错，看到读书少的无处跑出，煮好的油菜可能 get more gold。 幸好我们全听他的，做了几首决定犯了，梦与现实不停拉扯，想走圈子被当作下车，下一套的选择鱼和熊掌全都要，谁说两次不可先得，想的票收到在梦里也偷笑。当我带你回这里，空气依然无梦，时间暴冲彻底，身份已经不同，不变的是惩罚的事，慢慢的根深顽固，浮现的是那八个字，把你游戏增加难度。 You see me 带你回到这里，当我回到这里，当我带你回到这里，当我回到这里，当我带你回到这里，好棒啊，这首歌好棒好棒。Yes, yes, yo. 那个 Gummy, Leo, 我们两个搬砖工人今天是来拆石桥的。哦，把时间交给两位，掌声加尖叫。Yes. 要发威点，直到我的心上脸。记住我名字是蔡记亚最贵。不想再多说，再用力唱一回。当我一开口，让他们都沦陷。像梦一场，你都像梦一场，带我将干枯的血液注入到海，答应我今生不要留白，这是最棒的演出，不必重来。哎呦，我们两个不想再做梦了，以上。哎呦，这是最完美的演出，所以我希望你们的声音好吗？所有梦想者。哇，糟糕，两首都好好听哦。这种是出唱片的歌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怎么办？两位，我已经按了。OK。我应该还是会选。我也是会选。他如果跟其他主打，应该是一定赢的吧？应该说两首都好听，可是那个是属于主打歌。嗯。就是唱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哦，对，他那首可能是第二、第三首，可是也好听这样，可是他不属于主打，所以他遇到主打歌他就倒大霉了。